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。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就好。欢迎收听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，我是张洛。今天我们聊聊感情，聊聊你我他的故事。告别过去的一年，看着满屋的回忆，时过境迁后，突然想起好久没有联系的朋友，点开微信发了一句 hello， 或者是年底大扫除，看似在对故人的问候，有时听起来却是一场无法回头的告别。在新的一年里，你也有没来得及问候的人吗？有请孙晶晶为我们带来 hello。Hello， Between